欢迎收看《中文大八卦》，你好，我是主播李佩萱。今天是小年夜，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我们提前预祝一下，当然今年要准备迎接的是虎年了，所以相关的虎年吉祥话当然不能少。所以我们要祝大家什么呢？虎力用，虎力旺，当然还要虎力大探吉。好，谢谢大家。我台语非常差，不过呢，希望大家最苦的部分已经度过了，好，今年会更好。当然，小年夜的部分，我们常在讲说，我们周末大爆卦要多轻松。好，今天可以更轻松一些。平常讲那些艰涩难咬的政治议题，没问题。今天不止好咬，还很好吃，因为选区美食要来了。我们首先先欢迎我们今天优质的带来很多优质美食跟优质的民意代表，我们的立委洪孟楷。是丰富丰盛丰足丰满丰丰相连到天边，大家好，祝大家福福生风，我是洪孟楷。哇，福福生风，好啦，等一下我们还会邀请现在目前还没有到，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不要迟到的啊，新北市议员燕远之，等一下会加入我们。不过还有包含的是我们的立委郑正乾委员，大家好，新年快乐哈，那个。虎年行大运，然后我就想讲一个那个虎虎生风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的那个春联上面写的是福虎生风，我就很怕福虎两个字念混了，你知道吗？福气的福，老虎的虎，福虎生风，祝福大家。好，还欢迎我们的国民委员今天来到现场的委员。大家好，新年快乐。我讲一个这个虎年好起来，虎年福气来，福气年年，大家平安快乐。太棒了，好，在小年夜的开始呢，就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希望可以延续到一整年的虎年都能够非常的幸福。当然我们今天棚内幸福感真的非常够，我们等一下那边会帮我们带一个画面，哇，非常好吃的年菜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了。今天有大菜也有小点，还有更多是平易近人行啊来的美食都帮我们来搜罗了。那当然我们现在先从北到南吧，我们先请我们的孟楷委员，你在这个淡水哇，淡水可以算是竞争相当的激烈，美食的一级战区，有什么样的零嘴？先让大家来提个位。好，想到淡水，大家一定都想到这个铁蛋啊、鱼酥啊这种知名小吃。但是孟楷今天一定要讲啊，就说其实铁蛋有很多，那其中这一家是真的是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它研发了好多不同的口味哦。淡水铁蛋，你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很多口味你有没有吃过呢？其实像这边，我这边今天就有带来，这有熏味啊，有牛奶口味，牛奶的铁蛋，牛奶铁蛋，特别了吧、哦？对不对？然后还有呢，有梅子，有辣味，有原味，有药膳，有蒜香，有黑胡椒，每一个口味都很特别。然后它还更厉害是什么？就是一般来讲，铁蛋都是用鸡蛋、哦，但是因为像我们有一些地方是有这个鸟蛋哦，所以呢，它也有用鸟蛋的，所以呢，它就有用这种做成这个真空包装，然后大小包装，所以就很方便，然后一撕就是可以马上来吃。那今天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嘛，尤其过年有没有？有的常常要过年的时候，你就要摆一些这种零嘴零食，就是可能有人来亲戚朋友来家里拜年，就可以顺道撕开，然后还有就是喝好喝的茶啦，泡咖啡啦，大家互相来，所以。不过我们要跟业者建议一下，撕要好撕一点哦，这样子可能會。但是过年的时候破蛋不错，就是可以打破我今年不要当穷光蛋啊、哦、我不会烤零鸭蛋啊等等的。对对对，就把蛋吃掉，你就会不会再零鸭蛋哦，不会烤，对，我可以吃了哈。好，我试给大家看看，这是牛奶，佩萱你要不要来一个？我吃个，我看一下。你要什么口味？我要吃。蒜香，我们桂明委员要吃辣味。内、行，对，这来行哎，来行哎。我要蒜香。蒜香，因为为什么蒜香？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它重口味，然后呢，吃起来就会很搭。然后再看个这种电视电影啊，然后就会非常对，非常刷嘴。这里面有辣味哎。没有辣味是不是？黑胡椒好不好？好。那郑乾委员，你想要吃什么口味？牛奶。牛奶，你要吃牛奶，因为没有完全没有想到铁蛋可以跟牛奶在一起。对对，但是它牛奶其实它不是，它就奶香，然后有点甜，我觉得这蛮特别的哦。所以其实那概念有点像什么？不，最近有什么冰棒啊，也是有珍珠奶茶冰棒啊，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们这个铁蛋它就是用很多的不同的口味，然后因为它这样子一包其实不贵。我那时候因为这个老板他也是年轻出来，他等于是已经这个老板真的要建议一下老板，因为我看到就是前委员一直在撕
它有技巧的，你看我一下就撕开了，哎、哦，你看头上面的地方，是是是，证明委员真的还是可以，很精致，再看跳，再看跳。然后呢，这老板已经算是他是三代了，第三代。然后呢，他们接这个，等于是要把我们淡水商圈再发扬光大哦，所以呢，在这一家的品牌来讲呢，在淡水商圈真的是一个很领头羊的角色，因为他现在也担任我们淡水商圈的理事长哦，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所以他等于是用一些创新的巧思，然后结合原有的这些食品来去做 promo， 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怎么样？口感，用我们现在都塞了满嘴，你一定要那时候问我们。对，哎，这一定要分配一下。对，今天是这特别节目吃播哈，所以说一定要分配一下。就当大家在吃的时候，我来先多讲一下。嗯，其实它这个口感，我之前跟我们办公室同仁分享，它就是比传统我们在外面超商买的这种一般的铁蛋更多了 Q 弹，而且呢，它那咬下去里面是 juicy 的，我觉得非常的口味是非常的不错。那个正权，你是吃牛奶吗？牛奶的味道。牛奶是甜的还是咸的？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口味跟你想象差不多。就牛奶的味道没有那么浓，嗯，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蛋白的部分真的好 Q 哦，嗯，感觉有点在吃那个怎么讲？不能说是那个塑胶，你知道吗？可是是很好吃的那个，就是很 Q， 然后。嚼不太断，因为像是在外面买的，有一些那种就是一整排卖那种，其实有时候吃到最后会落尾寒，就是嚼太用力了，对，很有劲啊，很有嚼劲。桂明委员，你自己觉得？我真的是蛮好吃，真的是蛮好吃的。它这个是它虽然是黑胡椒的哦，可是它一点都不辣，嗯，它一点都不辣。可是你吃下去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黑胡椒的那个香气，对，所以我会蛮推荐这个黑胡椒的这个铁蛋，它真的比一般的我们吃到的铁蛋，有时候的确是像刚才正权提到的有。比较难嚼，它不会，它不会，它就是有它的那个 Q 劲，可是呢，它咬下去黑胡椒的香气真的很浓郁。嗯，像我自己这样在吃的时候啊，我的感觉上是觉得说它的味道真的已经卤到透了，非常里面非常入味。对，然后我就有一个成功的方法，就是像我刚吃了一颗，然后我就摆着听你们讲话，哎，我会去脑子在想说我要再吃第二颗、第三颗，这是刷取的概念，所以真的可以想象，譬如说在家里看电视，我就是想要沙发马铃薯的时候，这样吃一颗一颗，感觉是真的蛮解那个馋的，很刷取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请迟到的叶元之表演一口沙。给他大颗，给他大颗那颗。怎么可以有人连录过年节目都会迟到？对，先跟大家拜个年。我们不是赖福的吗？今天小年夜。你以为我会帮你剪掉这一段吗？我们不会。对。其实以前我在新北市政府啊，这个铁蛋有应该是有我们那个伴手礼吧。十大伴手礼，十大就吃过了啦，这个非常有名。十大伴手礼，它荣获2008年新北市十大伴手礼，然后也是台湾美食伴手礼首选，就是这一个知名的铁蛋哦，来。可是，在淡水有这么多铁蛋，到底要怎么挑到就是好像最有名或是最厉害的那一家？其实我都是老店。对，这个就是一个大灾问。譬如说，就像我以前我在嘉义服务的时候，大家也有问说，哎。孟凯，嘉义哪一家鸡肉饭最好吃？嗯，那通常我们标准答案就是你喜欢吃的那一家最好吃，就是谁都不得罪。所以一样啦，就是说淡水很多好吃的铁蛋哦，那每一个品牌都不错哦。那我今天带来也是其中这个淡水商圈知名的这个铁蛋，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欸，孟凯，我有个问题，怎么开？要从上面缺口的地方。欸，我跟你讲，这个。很考验智商，因为刚刚桂明委员一撕就开。我做一个球给你，好不好？不是，你这球直接踢到政权委员身上，考验智商。刚开半天，你现在要怎么圆回来？我就看你，我站在这边看你。有没有？哎，手在抖了，有没有？有没有？哎呦！是这样哦，生活智慧，智商很高，智商。其实我知道，好不好？我是叫你秀给观众朋友看。好。太好了，来，我们等这个叶元之稍微吃他这一口神蛋之后，也帮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口感。你帮他准备的是什么口味的啊？哎，刚刚的这个药膳的，它需要补一下，是没错啦。药膳，对。过年大家都可以补一下。对，怎么样？感觉怎么样？铁蛋最主要就是它的皮很嫩，很有嚼劲啊。嗯，对。其实铁蛋，然后还有它的那个汁非常入味，我觉得这两个就是重点。如果说有原汁原味的话，这铁蛋就是好铁蛋。
对，但是怎么样？对对对，如果是原汁吃的铁杉就是好铁杉。好，那我们现在拉回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不用听太多这种废话哦，因为垃圾时间已经够多了。好了，在今天其实包含的是在这个铁杉，当然是淡水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伴手礼啊，或者是平常在吃的零食没有错。不过看到下面的这个孟凯文要带的东西，其实我替他捏把冷汗哦，因为他写说在地大推富科阿嬷的下课点心，这是在淡水吗？我是怕是淡水阿嬷啦，没关系，下课点心听说有鸡蛋糕加红茶冰。对，但因为我反正我不是朱立伦当主席，所以没关系。提到淡水这一家，我真的很喜欢哦。这个今天也有特别请老板来到现场，欢迎欢迎。所以这个是、潘老板，潘老板鸡蛋糕加红茶冰。大家好， yeah~、你好你好，哇，正妹来的耶，对对对 对， 对， 对，有颜值。有吗？对，所以那你跟阿嬷之间的关联是？没有关联。那阿嬷不是你吗？不是我。那你们是第几代了？第几代？应该第二代吧。第二代。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这个算是有连锁品牌，然后他们就是加盟。但是我为什么会特别推崇两方面呢、啊？一方面是这是我们在地年轻的朋友的一个创业。嗯。那再来呢？他的鸡蛋糕特别是在那个工业区附近。你要想一般鸡蛋糕学生啊爱吃啊，这没有什么稀奇，而且就传统这个一般的小吃，但是呢它是工业区附近的那一些上班族或是工人朋友，大家都会订来做这个中午的下午茶的点心，而且络绎不绝，而且它是现烤的鸡蛋糕，那鸡蛋糕里面不是只有一般的馅，它还有加一些红豆啦什么馅，真的非常的 Q， 而且非常的香。嗯，那再配上它的这个手摇饮哦，其实我觉得会是很完美的一个下午茶组合。所以让佩萱是不是也可以来帮我们分享品尝一口？不是，我是想说，那你家那个人家潘小姐都已经拿着麦克风，那你把她话都讲完，那潘小姐还是你就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我只是稍微引个头，好不好？来。鸡蛋糕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很多人是在拼造型，可是你们就是维持在一个很可爱，就是写一个 egg， 然后一个蛋的形状而已。对、那里头做鸡蛋糕有没有什么样，就是一定要学基本功啊？他真的有功夫耶。嗯，像是什么？就是时间控制。时间控制。对啊，你控制不好，就是整个都黑掉了。哦，那你自己大概练了多久才能够？至少要一个礼拜以上啊！一个礼拜，对啊。那当初怎么会选鸡蛋糕，然后在淡水这边卖？其实我本身只是想要卖饮料而已。哦，本来只想卖饮料。后来觉得好像那个鸡蛋糕，那就先来喝个饮料。因为饮料而言，好像感觉不错哎。那当初在选饮料配什么样的小点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哪些小点？有咸食有考虑过吗？有。然后后来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看看。一起一起，对，一起才可以入境哦。都可以尝试看看，对啊，都可以尝试看看。哇，佩萱，你喝的是麦红茶，柠檬红茶，柠檬红茶，所以我喝到酸酸的味道。OK， 但是它红茶有没有很古早味？有没有？它那个我这个是麦香红茶，它是真的很古早的那种味道。我的是奶茶，奶茶。我发现它的那个冬瓜红茶，你是冬瓜。它的鸡蛋糕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平常吃到鸡蛋糕很多都很软很松软、对，它的比较扎实、因为我已经吃了一个了。对，我觉得他们的柠檬红茶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茶本身选得很好，因为我自己喝部分的外面手摇饮的红茶其实我会头痛，那也许就是有加茶精或什么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天然的味道，而且真的有那种在巷口喝的感觉，真的每天现煮茶、每天要现煮，对，所以要很早爬起来煮。没有，差不多9点10点，然后就开始一直煮煮煮。对，哦、，OK， 所以这个茶的部分有特别去挑过？没有挑过，就是人家介绍的。哦，所以就是凭实力把它煮成这么好喝的茶。对啊，清茶，如果清茶、绿茶部分的话，就是当天没有用完，当天就要丢掉了，就要把它销毁，一定要丢掉。有这个坚持，一定要当天现煮现卖，对不对？对，所以是在淡水。对，而且。你想想看，淡水其实有很多这种手摇饮店啊，其实竞争是真的激烈，对不对？但是你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其实开业差不多半年时间，但是就非常稳固，对不对？可以啊，还可以啊，不错了。你们是靠学区吗？不是，工业区。对，所以我才刚才特别讲是说，如果说你一般就是在学校旁边，那还没有那么的特别。但是如果说在工业区，连这个工人朋友。哦，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些大叔们
大家都喜欢吃这个鸡蛋糕的话，我觉得这就蛮特别，而且它的鸡蛋糕很扎实，很扎实。对对对对。我吃到一个很特别的口味，是 cheese 吗？乳酪，乳酪是不是？嗯，对，我觉得它是很扎实的乳酪。对，然后鸡蛋糕也比我们一般知道的吃到的还要更扎实一点。因为你原本以为它甜甜的，对，然后软软的，就它去第一个你会有一个口感，对，然后中间有点咸咸的，这就是乳酪口味的。对，这个很厉害。而且我特别要再拜托潘丹老板再介绍一下，如果像这个，因为现在是录影的关系，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是现点现烤，那已经有点凉了，你买回家那怎么办？可以微波一下，微波一下，二十秒，我需要洒水在上面吗？不用，哦，不用，对，那就等于是微波带回家回波。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这个过年哦，这个年假那么长，然后来淡水走村啊，逛一逛啊，观光一下啊，买了这个鸡蛋糕也不用说现场马上吃完，对不对？也可以带回家多买一些，然后回到家之后微波二十秒，就跟现烤的一样好吃，差不多。哎，想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不是那种乳酪风味，它咬开之后有一个一条一条的，那是真的一个块状的乳酪就丢在里面，所以你是可以真的吃到那样的一个口感，这真的是蛮特别的。顾明委员，你自己吃到有甜的还是吃咸的？我吃到的就是刚才形容的，就是像乳酪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咸咸，但我觉得它真的跟外头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很就是像刚才正前讲，它很扎实，很绵密啊。外面的鸡蛋糕我们吃到像那个大概就是松松软软的，很蓬松，但是因为我们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热的嘛，哈，现在它虽然凉了，可是它还是很有嚼劲，它的味道还是很浓郁。那我要特别想提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冬瓜茶，其实我是蛮惊讶的，您是第二代嘛，刚刚前面讲说是第二代，这真的很有古早味的那个冬瓜茶的这个味道，哎，所以我是蛮惊讶，就是说这么年轻，然后可以把这个古早的这个传统的味道能够抓得那么准，这应该也是用冬瓜糖熬的吧？对啊，嗯，因为冬瓜茶就是每天都在冬瓜糖去熬煮，然后它有办法。因为市面上有一些就可能就是中央厨房啦、统一啦或什么，对不对？就整桶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嗯，对啊，是，所以这真的是，对，我觉得它很有那个传统的那个冬瓜茶的那个味道，现在已经好像很少我们能够碰得到。嗯，冬瓜茶真的卖很好，太厉害了！谢谢我们的潘老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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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要讲到甜点，有人要跟你 PK 了，有人要拿出板桥最有名的凤梨也是凤凰酥，对，也姓潘。来，袁之宇，我跟你讲，这个不得了，这个大家逢年过节的时候抢购一空，对，要大排长龙。所以那这个就是小潘的那个凤凰酥，有听过吗？有。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其实是老板的故事，也蛮特别的。他一开始是在市场里面卖蛋糕的，然后一兼做凤凰酥，就发现这个凤凰酥就越做越好。他现在，他现在这个凤凰酥呢，其实是他最主要的产品。大家有没有看到？等一下再给你们吃。凤凰酥里面也是蛋黄嘛？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呢，他所标榜就是不甜不腻，入口即化。啊，主要它是分，我觉得两个做法都非常厉害，一个是外面的那个皮，那皮的部分就非常的酥脆，因为它的原料呢，它有用比如奶油啊、奶粉啊，然后这样子去烤，那里面的馅啊，它主要是冬瓜，然后加一点凤梨，那也有加一些比如说奶油啊、奶粉啊，然后就是凤梨又加了这个蛋黄嘛，所以叫凤凰嘛，那就平衡的就是甜跟咸，所以你吃起来就不会很腻。所以非常厉害。对，老板以前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一天做九万营业额，后来一天十八万。然后因为他后来有一次呢，不讲然后结果所以不能够讲。你这，那现在我先讲一下，因为这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是故意的啦，就是那个国税局的人，大家要小心，国税局的假扮顾客，所以我很急，我很急，东西赶快给我这样子，然后。你看来忘了开，然后就被勒令停业七天，然后铁门拉下来，门口那个公文就说勒令停业，因为七天，结果记者跑去报道，然后记者跑去报道说板桥名店被抓，结果业绩翻倍，就爆红，所以他帮他打了广告的概念，真的，他跟我讲的，我不知道，那你这故事现在怎么样呢？你现在叫外面场外这些明天开始
是不是？没有啦，就是讲一件故事。明天其实他们是做生意是非常实在的，就拜托大国税局来查我。也没有啦，就是开个玩笑。但是他真的是这样讲的啦。总而言之，最主要就是因为东西非常好吃。好了，那你到底要分我们？对，我们就在等呢。你想说到底要等多久？连陶乐故事都说了，对不对？这小潘真的很有名，很有名。其实他的品项很多了，我可以给摄影机拍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时间关系。那最主要是像这个。这个叫应该是芋头酥饼，这个叫做什么？叫芋头酥。厉害。对对，好，那这个不要介绍。然后像这个千层蛋糕，这个都是非常有名。小潘有千层蛋糕。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是说他有的像那个蛋黄酥凤凰酥了，凤凰酥。好，谢谢，我们谢谢这位负责任的代言人，谢谢。等一下，那个凤凰酥是机器做的，所以它可以大量量产。那像这种千层蛋糕，这些都是手工做。会不会今天这一集节目，大家只记得说小潘的老板？对，我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只会想到小潘的老闆。已经下那个网络媒体有没有过年就下标《叶源之金报》哦，知名店家。怕考虑要不要播，稍微帮我修一下，帮我修一下。不过另一点是凤梨酥拿到电视台好不好？凤凰酥，过年还好了，过年大家要旺嘛。等一下我吃哎，农曼。旺来旺来，过年啊，过年就是要旺。对，没问题。不能吃吗？不能吃。为什么？新闻都不能吃，坏的不来，好的来哦，坏的不来，好的来，可能多拿一点，多拿一点，不甜不腻，好不好？入口即化，不甜不腻。好，怎么样？如果还有人没有看过我们之前解释，就是新闻产业不吃凤凰酥、凤梨酥等等，是因为我们就是会旺。那屡试不爽，之前我们的同事就吃了这么一口，就这么一口，然后那个还是冬瓜馅的，那以为没事，就马上那时候就南投一个大地震，然后他就出门了，然后那口就放在那座位上三天，没有人敢收，因为大家怕收，然后等一下又发炉。那其实像是医护人员也不喝这个每日 C， 因为怕每天都会 CPR 等等的，都有这些故事这样。这个他的蛋挞也可以吃一下。蛋挞好，可以，差点被你暗算品项非常多。如果那天新闻忘的话，你就完蛋了。我们可以讲，但我在讲另外，我们有一些行业，像桂明委员一定知道，大家都很讨厌“官司缠身”这个名字，有没有？可是呢，有个行业，开幕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受“官司缠身”这个吉祥话，谢谢，就是律师事务所，好，是吧？什么？僵尸还是旺？大家刚刚拍手，谢谢。吃东西就好，不要。快点呐，多吃东西少讲一点。好，那所以官司缠身是吃什么？僵尸还是什么？不是啊，就是官司缠身就是送盆景啊，什么弄就是祝贺。律师事务所开幕的时候，就会大家都会送官司缠身送他。就是祝他的生意兴隆的概念。兴隆的概念。但是委员，你现在又身兼委员，那你收到官司缠身是要放火烧掉吗？还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当委员的期间是不职业的啦。对。所以我没有那个刚才孟凯讲的那个困扰。但是呢，律师我要跟大家提醒，律师并不是只有打诉讼而已，有很多的东西其实预防胜于治疗，你在前面的规划很好的话，然后在后面就很容易解决，不一定要从头到尾打官司，不一定要走上诉讼这一条路。不过委员，我觉得你要帮忙留个扣打，因为今天以后小潘老板可能会告叶源之，所以那我们就帮他留一个这个位置，那随时帮他保留开这个诉讼的大门。没有，谢谢叶源之，那边帮我休息一下。你帮我讲一下它的口感啦。我刚才有讲了嘛，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它那个皮很薄。对，皮很薄，对，皮很薄，不会那种不会干，对不对？然后那冬瓜馅也没有到很甜，然后又融合里面的那个蛋黄，因为主要就是它材料的选择的问题嘛，就是我刚刚讲说它里面的馅，它有用一些像奶油啊、奶粉啊等等，所以你吃起来不会好像那种很固体的感觉，一块东西在那边，你吃起来会觉得砰砰的，或者那种入口即化啦。这是我认识叶源之以来他讲话讲最好的一次，就在今天帮他剪精华。我们接下来还有我们刚刚把整个凤梨酥都吃完的郑政前委员，你自己在的选区里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我刚刚已经看到在旁边 stand by 了，听说是鸭肉的。对，我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先分给大家一下。对，卤味很多种啊，
那这个卤味它并不是一般卤味摊哦。大家如果有到新竹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竹有很多叫做鸭肉许的店。对。那鸭肉许他们其实有很多个姐妹，那他们后来就各自都开了店。那有些继续叫鸭肉许，那我今天带来的是叫许二姐。就是、二姐開店，所以他们都是姓许就对了。对，他们都姓许哈、哦。然后我先带那个。鸭翅跟那个鸭舌给大家。哦，好，我们那这边先委员呢，如果有 follow 他的 IG 或者脸书的话，我本来先他其实是自称新竹美食猎人郑正贤，问你姐说他喜欢吃鸭舌，真的。来，我多拿几个鸭舌给慧明姐，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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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大家讲，就是我真的觉得台大公如家如刷锤哈，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啊。我有一次呢，最高纪录一次连续吃了12只鸭翅膀，哎，会不会太多？不会，展翅高飞，是，对对对，12只。跟大家讲为什么吃12只，是因为我本来只买10只，谢谢。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快要打烊了，他就剩下2只就一起给我，我就一次吃了12只。所以是跑完行程，然后回到家半夜的，可能已经快一点钟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镜头 take 一下叶元之，他现在手拿着碗在等。我们刚刚没吃饱，我想说你为什么要绕过去？是，来来来，哎、欸，我发觉今天这一集真的是中午有吃，真的是太亏了。对啊，你们中午因为我们现在才进行到第三道，然后后面那些大菜都还超多。对，我个人是其实是完全不敢吃鸭肉的。但是鸭舌我们就吃蛇补蛇，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需要跟大家讲，它这个鸭翅膀哦，其实真的就是烟熏的味道，然后非常非常的浓郁，非常的浓郁。对，其实我平常也就是也很少吃鸭翅膀，说实话。哦，这个烟熏味，很浓，对，很浓郁。它是甘蔗吗？还是什么来熏的、啊？说实话，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熏的，因为可是我们从小就吃这个味道，就觉得非常的好吃。那我当时为什么会吃这么多鸭翅膀？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人在教我们说，哎，少吃淀粉。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少吃淀粉，我就希望能够那个减重或干什么的。那到底有没有效，我不晓得。然后我就想说，哇，那我半夜11、12点、1点钟的时候我要吃什么？我就想啊，鸭翅膀可能可以。好，我就去买了。那买了他就送我2只，就吃了12只。哇！然后对对对，那个太会吃。对，可是说它的肉不是特别多，可是就是你就发现说它很适合啃。对，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在家里面啊，就说如家如刷锤，很多小点心。那这个东西感觉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还算健康啦，就直接就是一个传统的食物。不过你在新竹其实还有一个也是要跟他们来尬甜点的部分。对，假滴滴也是过年很重要的。然后我还同时带了，这个真的是一看就知道的。就是来，这个是最传统的东西哦，这个就是当时马英九他在 homestay 的时候就睡在他们家的那个工厂里头，然后他们就在做花生酱。对，那这花生酱有两种，一种是有颗粒的，一种没有颗粒的。那现在因为就把这个花生酱在做很多的创意的一个延伸哦，就做了很多种哦。等一下再分给大家这个好吃的花生酱。好啊，我们等一下来边吃边聊。对，所以不止这个，我看到你还有一个超人气的排队抹吉。对对对，这个是等一下要现场开封的。对，来，这个是那个蛋卷。哦，蛋卷好，花生蛋卷，赞赞赞，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过年一定要吃花生，因为这样代表好事会发生。对，来来来，谢谢谢谢。OK。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过年期间呐、啊，有很多家名店，像是郑正贤委员的这个花生卷，还有这个花生排，它真的是，如果你有新竹的朋友，你都会拜托他过完年或过年前帮你带一份。然后像是小潘也是，同样都是这样子，就是在板桥吗？那帮我们带一份凤凰酥，因为真的是有名。那今天我们也认识了淡水铁站，要怎么选？当然是一个人口味，不过你也可以多一个选择。好，那我们桂明委员呢，其实也有在地的一个厉害的麻烙。然后这个麻烙在基隆，对不对？对，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基隆的这一家的金星的麻烙哈，它其实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啊，据说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知道到第几代了，第三代还是第四代了，它的历史。
那这个麻酪基本上面来讲啊，它其实是在过年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心，它不是一般的平时吃的点心。我们看到过年的时候呢，它会比如说这个什么天公啊，一月拜天公的时候，它不是拜桌上面有两层吗？它是摆在比较上面的那一层哈。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说麻酪呢，你等于就是说你拜麻酪呢，你就会吃到老就是你长寿的这个含义。那它的做法呢，其实我应该把它这个分过去给大家吃，对，我们来慢慢吃。对，那个可以，那个盛前可以帮我传一下，就是对，这边姐你讲，我们来分。对，它有不同的口味哦，它有不同的口味。那里面呢，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口味呢是花生的口味。那花生刚才那个孟凯已经提到过年一定要吃花生，因为它会让好事可以发生。那为什么他做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它不是一般的点心？因为它的做法非常非常的复杂，它用芋头啊再加上糯米啊，它把它蒸起来之后，而且它要打得很均匀，打得很均匀，你把它剥开来，它里面是很蓬松的，它里面不是扎实的。对，可它你吃那个花生的那个味道，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香。好，所以古时候呢，我们就讲说从传统以来哦，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等于象征的一方面是指说长寿，如果在夫妻方面哦，在家庭婚姻方面，他就觉得说它象征的一个白头偕老。所以为什么订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麻酪的这个东西的产生？我觉得这个呢，从古时候从福建，它就一直传到今天台湾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有它很深的一个含义存在。对，所以原来今天给的都是很好吃，真的很应景。对，我们等一下一边吃，然后我刚刚 miss 掉就是前委员，你要先让你的麻吉亮个相啦。对，居然还有麻吉来。这边哦，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包装非常非常的文青啊，所以我就等着就是到时候开封的时候给大家看。它这是叫三田麻薯哈，就是Yamada。那它其实是2018年才开始创业的，就也是年轻人创业。可是，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就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对，来开封给大家看哈。新竹的麻吉。对，感觉好适合当伴手礼。对，就非常适合当伴手礼，然后也很漂亮。哇，我帮你。对，然后这里头呢，有各种不同的口味，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哈，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简介。这个送人其实会蛮体面的。对，然后它里面的麻吉很特别，我觉得我之前吃到一个，就里面有包芒果的。哦。对对对，它里面有包各种不同的东西，那你可以现场去挑选，它口味很多，很多种很多种哦。对，那它是里面可以直接包各种不同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那个不同的口味。它写在哪儿？对，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都是新鲜做的。对，干乳酪，我这个口味是牡丹乳酪，新鲜做的。你要哪一种？色啊，巧克力的。有红豆，然后有牡丹水果，巧克力的。哦，那牡丹水果。你要牡丹水果。那它有很多，就是当天你去的时候呢，它当场包给你。对对，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排队，其实是这个原因，因为它都是现场做，现场做给你。对，它有多少个口味呢？好多，好多口味。来，回过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比方说，这里有蜂蜜乳酪，好，有芋头，有花生，有红豆，然后有芋泥，好，芋泥水果，厉害，很多很多很多，对，非常多种。那之前还有蓝莓，有草莓，新鲜草莓哦，还有整颗这样包进去，有点像大福的感觉。对，而且我打开，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不是，我以为是白的，不是，它是有点粉，咖啡色，对，咖啡色。对不对？那真的一定要吃吃看才知道怎么样了，好不好 ？OK， 我愿意为大家冒险犯难一下。一个年轻人创业的东西，冒险犯难，请提告，支持店家提告。其实它摸起来就很湿润呢。它不是麻吉呢？它是它外头。我想看一下断面长怎么样，是没有很黏的，其实是麻吉啦，就有点像大福，哦、有没有？像大福。它这个冰起来吃应该也会很好吃哦。对，我有点难形容它的口感，它好像就是很像那种糕，但是它比那个糕更细致。好，谢谢。下面一位，我们请顾宇文，帮我评一下，你要不要看那个口感？它的确，我觉得它的确是麻吉，因为我选的这个是巧克力的哦。
我选的是巧克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把原来的那个就是巧克力包在里面，然后外面一层的那个马吉，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享受到那个马吉的那个风味，然后另外它巧克力也很浓郁，所以吃起来真的，我没有吃别种，但是这个巧克力的马吉真的还蛮好吃的哦，看起来不错，口感也不错，对，你看它这个巧克力还会咬下去之后，它除了中间的核桃之外，它的巧克力还会这样子流出来，就很像我们那个叫做熔岩，不是熔岩巧克力。我们吃完西点之后，西餐之后，它后面有一道甜点，不是有时候会有那个爆浆的那个熔岩巧克力，然后你把它一打开之后，那个巧克力就会这样流出来。对，好，我们的制作人再帮我们提醒一下，它上面你那个牌子拿进来一下，让我们看看。对，就是他，来牌子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制作人邵文呢，今天也很辛苦，帮我们 setting 了这一桌。好害羞哦。那同时间也想要请他来讲一句这个过年的吉祥话。啊，过年吉祥话。我有对联好了。好。画虎画蓝，画虎蓝。赚钱赚财赚钱财。哦，好吃好吃。还有民横批。横批横批横批。民进党画虎蓝。赚钱财，那你这我们这过年这样听了也不舒服啊，你这对，我自己推一下。来，他那个牌子让大家看一下，他刚 cue 我们这个啊，这四个字啊，所以好，真惨报国。好，那我们来看，这也是行阿来的，因为其实炒饭这件事情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而平常滑一滑那个外送也会叫，没错，特别之处在哪里？而且一个餐厅厉不厉害，师傅工艺。技术高不高明，就是最简单的食材最看得出师傅的手艺。这个听说高手在民间，之前服务过的那个店家那个炒饭大家非常爱吃，大家都吃过，鼎泰丰，对，日本客最爱。那现在这个陈师傅来到我们林口这边，然后开店，然后来，陈师傅，有请陈师傅。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陈师傅在鼎泰丰的炒饭要求到现在，你学会了什么精髓？就把饭炒好。把饭炒好，这几句话很简单，但其实它背后是真的是要苦工去做的。对。有没有什么挥汗如雨在厨房里面？这应该家常便饭了。只要一上台炒饭，就是炒到下班。炒到下班，對對對，那手啊什么有没有什么职业病？有啊，这常常都要去推拿。一天最高炒几盘？有沒有一天哦，没办法算呢，因为我们刚进去没办法去按那个数量，只知道有单来，打上我们的名字就赶快炒了。好，炒饭你要教观众，我们吃炒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可以去判断一个炒饭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主要就不能太油，然后要粒粒分明，对，粒粒分明很重要。这两个选项其实就把市面上很多的炒饭给打枪掉了，因为很多一吃有时候一送来凉掉了，就发现它那个油都重新就把它逼出来，其实这样吃起来口感也不好。是。好，你们家今天的炒饭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就是主打炒饭要给我们吃吃看的？有，我准备了三种。好，哪三种？我们来看看。好，还在准备当中，没有问题。那我们请叶仁志帮我们讲讲，就是你的炒饭经验，你吃炒饭的经验。你的炒饭吃炒饭经验，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饭啊，那个颗粒要粒粒要比较分得清楚，不能勾在一起。如果我觉得勾在一起的话，我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口感那么好。师傅，一个问题，大家都讲说炒饭要好吃要隔夜饭炒。哦，对，这个我好像是有经验的。那你们现在都是要做好饭，然后隔一天，然后第二天才卖吗？没有，我都是现煮现炒，因为这样的饭，热热的饭比较容易把它饮料可能要留一下，搅散了。那隔夜饭的关键在哪里啊？隔夜饭的关键是在于，可能他当天煮的饭可能比较湿，冰在冰箱把水分吸干，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做这样的操作，就如果你自己有办法有这个功力的话，还是可以用今天煮的饭。那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家庭主妇需要煮干一点，然后再直接去炒也是可以的？都可以啊，可以，就看自己的炒工在哪边。我可以不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网络上面他有教那个炒饭呐，他说你要炒的粒粒鲜明的话，是把前面饭跟蛋其实就已经先裹了，然后才上去炒，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其实要看个人的口味啊。对，因为像我是比较习惯是先把那个蛋炒香来，再下饭下去炒，因为这样可以吃得出蛋香。
虽然它不是现在炒出来就已经放，因为露营的关系有点凉，但是你去嚼每一个饭粒是分明的，然后那个饭香一咬下去之后，就整个口腔里面都是那个饭香。然后师傅，你的这个红烧肉啊，那红烧肉好香哦，有什么特别？这是招牌，对不对？对，嗯，哎，就要特别腌过，肉要特别腌过。师傅，你的虾仁的这个炒饭里面是有放九层塔吗？对，它是三杯虾。但是我看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的味道却很浓。刚刚就一试，我说，哎，那个味道是九层塔，可是我怎么看只有看到葱而已。对，这三杯虾也是我那个店里面的招牌。哦，它是三杯虾。对，三杯虾仁炒饭。哦，但是一般其实这可能是热炒店的菜，嗯、就是如果上虾仁的话，旁边可能会有九层塔。不过没有想过它怎么样把它炒成一个炒饭、嗯。对对对。当初在选什么样的主菜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着重的点？就不要做的跟别人一样。哦。哎，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这样才会吸引一些客人。嗯对对，因为我觉得鼎泰丰的东西不错啊，就把他的东西再发扬光大，嗯，变一些其他的口味出来。因为钱委员你自己吃的很开心，对，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是三杯虾炒饭，你是不是想吃我的？对，我就想吃那个佩轩吃的三杯虾炒饭。你想吃我吃过的还是你想吃？因为我吃的是那个炒饭，上面是猪排，对不对？对，那是轰炸鸡，轰炸鸡，轰炸鸡，哦，所以上面是鸡排，对。对，台湾轰炸鸡叫做陈庸鸡，是是林口轰炸鸡炒饭就是。老板，那个关于这个炒饭的部分啊，你之前待过天秤座的民歌新餐厅啊，是，其实是在板桥那边很有名的一间餐厅。我是待在桃园，嗯，它有分店是不是？对对。哦，说是萧敬腾发迹的那个餐厅嘛、啊，对不对？所以这两间其实是完全不同风格啊。还待过 Kiki 啊，所以有川菜。对，也会。然后鼎泰丰这边的试验，然后再加上我们比较偏台式，哎，民歌新餐厅那间是做意大利料理吗？还是都有都有台餐跟简餐，嗯，还有下午茶。OK，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陈师傅，谢谢谢谢谢谢。真正好吃的炒饭在林口，真的很厉害。嗯、立刻订阅中天电视，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中天新闻不会消失，只会更强大。